龙千鱼到底出过几张唱片？哦，拍算哦，六七十张跑不掉。哎呀，李子珍那看起来那怪怪。哦，是吗？啊，那怪怪。你是去做兵呀？因为是出道第40年。哇，你个方面，40年哎，40年拢无变过，你。真的，而且一直都受观众的喜爱。一起讲什么以后啊？到你这个青岛会不会？好，掌声欢迎龙千玉，尖叫声！哇，歌后来喽！尖叫声再来！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唱40年呢，真的。你是八岁就唱歌，大概满五岁。哦，八岁唱歌嘛48岁呢，很年轻，3岁开始。3岁，更正，3岁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么久的时间哦，到最大家在怀疑讲啊，龙千玉到底出过几张唱片？哦，拍算哦。上少哈，其实我家己无算过啦，但是我有很资深的歌迷帮我统计了一下，应该有60-70张跑不掉。哎呀，就以这个忠实的粉丝，然后为15岁的开始追你，追到现在。今年27岁。思萍小姐，你哎呦，思萍，哎，我们掌声欢迎她，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这是从一而终啊。她自己是台北。北一女的哦，是哦，同学北一女，然后她很喜欢台语文化，就爱台语歌。为什么不听莫扎特的，听龙千玉？因为我觉得龙姐的声音让我觉得很熟悉，很熟悉哦。哇，真的会让你很感觉很温暖，很有安全感。对，奶奶今天带一个礼物要送给龙姐。对，今天有带一个礼物要送给龙姐，是什么？该不会是第一张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自己做的卡片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卢新龙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可以，但要小心哦，因为它很长。哇，所以我要怎么办？哎呦啊！帮你帮你！哇，他写了你的历史啦。那你一定数下个清清楚楚。好了，也起来都有几所有粉丝的留言。因为我要谢谢龙姐教我，就是看到爸爸妈妈对我的好。哦。然后呢，所以我想说，这次送龙姐的礼物就是。谢谢他100件事情，就是对你的影响。真的哎，这么有100呢，到100，对你的100件的影响。对对，你念一下第一件，我念一下最后一件。哇，我真的感谢您的歌声陪伴我们成长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丰富色彩。是的，这第100是随喜您在歌坛的付出，歌声有如甘露一般。每次你出现，我都以为观世音菩萨来了。啊，没有，这句是我自己加的，还能啊，他润泽了无数歌迷的心呐、啊。我真的很谢谢这些粉丝啊，真的，我从来啊，唔捌想过讲我的歌单会当唱这么久，尤其呢前几年啊，因为拄了足侪生命的低潮，还好有这些粉丝朋友哈、啊，给我鼓励、加油、打气，就跟他亲像鹏哥讲的讲啊。应该是爱退休，啊，他爱不退休哈，因为后来他们跟我讲说，龙姐你不能退休，
因为你的歌带给我们很多正向的能量，我们也听了你的歌，然后就是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抉择，对，让我们觉得生命非常的有意义，对，所以后来我才想说，是我应该再继续唱下去，而且唱歌也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你们想要我继续唱下去吗？想要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感谢你要继续支持哦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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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为有两个年轻人被他气狂嘛，从这个你的男人情，你已经改改另外七种的版本，舞曲吗？哎，唔知啊，来听看麦再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来来，好啊，向你致敬呐，向四十年致敬。来，李子深、杜新田来拍婆，来欢迎两位。牵手，牵手，牵手，好甜蜜啊！查甫人的情，甘愿为爱拼一生。查甫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对你一段情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颗心，也会变形。无奈今夜雨袂停，啊，今夜雨这冷。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分开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点点，一段情可悲是一天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段情可悲。挂心来牺牲，为你一段情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粒心，也袂变形。无奈今夜雨袂停，啊，今夜雨这冷。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冷。咱的心情，心痛是一点点，一段一刻，但是半天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一段情刻在心肝顶。我现在解决因两人的代志啦。哦，什么代志？大家拢在问啊。今仔李子深那看起来那怪怪。哦，是吗？啊，那怪怪。你是去做兵呀？教招啊，不是。天气热啊，想说改变一下造型。没有，不，刚才为顶管行来的怪怪。啊，那怪怪。被砍就会踹哟。同手同脚。有吗？同脚吗？我刚刚有吗？